林林今天差点不来。林林他今天晚上，他陪他爷爷奶奶看电视，他说有点冷，他不想出来。那个香港那个有黄先生，然后杨淑华送两个，一个是送给林林，一个是给雍珍。他们是筷子主播，还有一个有点高，是那个苏拉也比较高，稍微轻轻，然后第那个他们三个嘛。
上一个手在磨装里，跳了六七分钟，现在已经七分将近八分钟了。
I'm not.